亲爱的顾客您好，今日卖场没有营业，麻烦需购物民众请前往内里店。营业时间卖场煞是空落落，因为礼拜半暝啊才发生大火，现场是继续有红烧线。火调科警员初时透早就来到现场，要调查损害的情形，佮厘清事故的原因。受火灾影响，卖场是停业两天，不过真侪工作人员也是来这关心修复的进度。初三半暝四点，三个顾客来到桃园家乐福，煞伫卖场内底提商品杀虫剂来扑点火的雷达，引发火势。虽然无造成人员的伤亡，但也致使卖场损失惨重。家乐福中原店地面佮地下分别三层楼，起火点伫地下一楼的卖场，但就算无防烧着的区域，嘛因为喷水系统，致使商品拢浸伫水里。港栋大楼的高级餐厅也受到影响，无法度营业。原本要在这边买东西，对啊，所以不知道他火警就对了。我不知道，不知道就对了。太临时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就走啊。就因为手震而被点火，涉过的嫌犯是以20,000元交保，也佫另外两个人是无保车祸限制自己。不过店家无代无自受牵连，那受损的商品，佮有停业造成的营业损失，要赔恐惊就赔袂离咯，这是明报道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